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优夏。今天咱们来做一个好看的线条款式。首先呢，我用到的是四色小套系里边的，烂番茄01号，先在小拇指、无名指还有中指涂上颜色啊。然后注意无名指跟食指这个不要涂太厚啊，我上边的那个南瓜色涂太厚了。然后这个蓝是六色小套系里边这个叫马卡龙的04号，马卡龙我真的是用的太多了。然后把这六色给你们挂在下方小黄车上吧啊。然后拼接好以后，咱们要上加固，将甲面填平，然后这三个手指上了磨砂封层，然后咱们小拇指做了一个磨砂款的水滴，用的是硬式封层，然后再用硬式封层在这个衔接处粘一个链条。中指的话呢，还有大拇指，我就给它画的是线条款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我就没录大拇指啊。然后呢，咱们把这个马卡龙四号的底打好以后，拿出咱们套笔里边的拉线笔，这是十支套笔里边的啊，然后蘸极白的彩绘胶画线条，这样的话你画线条会容易一些，因为它不断，你看到了吗啊。然后横的竖的都画好以后，宽线条是无所谓的，如果画窄线条的话甲面一定要平整，所以说在画好宽的以后呢，我画细的时候上了一个加固，然后最后封层完成。学会了吗？记得双击哦，么么哒。